事情我知道我们度过了啊，我不能讲，我再讲我就哭了，但是我不敢说是你现在知道你能撑着，可是确确实实是难搞，那我就抱着出去，是不是的？你出去了你也可以回来，但是你不可以到其他地方去，纯粹是为了工作才可以出去，明白吗？啊，我不管了，你既然是义务工作的，为了上前线你就去。小区有你真好。